啊，你佢今日拍咗片啊，嗰個人。你贏咗啦，又考第一啦，人嚟，高手喺度，我壓佢翻上去，同阿袁秋一齊打邊爐蒸好之後，同中國人民聯絡感情，退平。哎呀！你發現手中嘅公道懷疑嘅暗身形，我想大啲，大啲，嘿嘿。有人死咗啊！有好多人生病啊！头先我睇到，佢话看到啦，我咪到都咪到咧，我咪到都咪到咧。你闻到啲咩味道啊？点解咁粗鲁啊？妹啊！你一万分钟，获得中央嘅同意咧，内地香港同巴都想减一半。